Hello，今天是1月29号，卢的生日哦，卢生日快乐 ，Happy Birthday！ 你看，我们现在要通往佛罗伦斯，也就是徐志摩和肥的，漂亮吧？这沿岸的风景都很漂亮。来，卢生日，我们来让卢说几句话。买礼物。你说太小声，根本录不起啊。我想要礼物。好啦好啦，等一下再去买啊。好，拜拜。